回来的时候你们要下车，走一截路，不然的话他是不能坐人下来的。好，明白了。我先告一下吧。好，那我打一下，我们这里下。我给他说一下，你们有一点行李。 英语的话，我们学的会吗？学的会啊，你们学日常的交流的，就学那几句嘛。啊，对。 China 这里外国人来的不是很多，是吗？不是很多。那以后的话，肯定很多。嗯，以后肯定越来越多。哎，越来越多。因为外国人对我们这种佛教文化还是挺感兴趣的。对。所以得提前做准备嘛。 生意就来了，对，这个师傅还是蛮有远见的，想要学英语。嗯，哦，佛学院是这个会说英语的师傅啊，那就找到你了。哎，你等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你天葬的人的时候。啊，这个小时就可以，最方便的就是手机上面下一个那个英语学习软件就可以了，哦，都不用买书什么。就是。 它上面也会有语音嘛，它会读，你就跟着它读就好了。哦。简单的几句嘛。哦。你就可以搜一下那种。在什么地方去啊？是吧？那种司机的。对，司机的。那个一般是叫司机啊。我知道这边叫师傅，不能叫司机。哎。那边说司机那种简单英语会话。啊，对，什么地方吃饭啊？去哪里啊？啊。 过几天门初上师要回来了嘛，他就要开始路边上就开始求艳艳嘛。嗯，是什么？就求艳艳。求艳艳是什么？等于就是，啊，我也说不来。你们说你们谁要回来了？门初上师，这里最大的那个上师嘛。
以前是这个以前是法王嘛这个哦这是最大的他一个人在这里以前在以前他一个人在这里放羊嘛放羊哎对现在变成了这么大哦以前这地方只有他一个人啊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放羊嘛天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他我现在去哪里了已经去世了已经去世了远去了吧我问一下啊好吗跟着这这家里都是汉的嘛这些家里的就跟你有人那那口子你们有呢我在过口啊你们这样啊那家里点起来的吃的什么没那么着急过的有差了个吧你弄配套间的没有的就啊这大的是像这样子我说你不是你我要跟我说的是我的一点没有的我都是没有你见的一点没有没人一起过哦就这么几个人一样的啊你们有人了是吧 不便找的说吧。